在香港西门沙以前用一亿入货价买入的名贵物业，去到今时今日值几钱呢？大地在我脚下，我而家在坚道，在中上环呢边就属于西门沙的位置，呢边就比较高级少少嘅，属于个 SOHO 区啦。隔篱就有个 marketplace， 即系买嘢食嘢都几方便，出门就有巴士啦。咁我哋今日点解会过嚟呢度呢？就是看呢栋物业，欣然太古四条 A 的其中一条 A 啦，阿拉苏2017年入伙，太古楼出名就个质素高，中西区经过啲斜坡啊，你会见到呢啲榕树，每一棵榕树都有呢啲牌嘅，呢个细叶榕喺香港嚟讲叫做比较出名嘅树。我哋睇下屋苑嘅外立面，上面就系落地玻璃，再加啲铝框，靓嘅大门就唔系特别起眼。同埋佢上面有个车道嘅入口，阿拉苏嘅正確位置就坚道100号，个100嘅一字甩咗，变成无效。呢度就佢嘅入门口啦，你见到佢玻璃都黑嘅，好注重住户嘅私隐。呢边就有宝华轩啦，旧少少，前面就有个翠苑啦，都系一啲比较旧式嘅建筑。以前香港嘅发展就下面系铺头，上面系住宅。阿苏嘅对面或者呢边都有啲巴士可以搭翻去金钟啊、上环啊，而相对嚟讲都几 OK 方便嘅。成座物业就50层楼高，提供197个单位，实用面积就由581尺去到3100尺嘅复式连天台嘅单位都有。今日睇呢个物业会比较特别少少嘅，成间屋咧讲紧系1650尺，楼底会高少少，因为特色楼层。我哋可以入门开始睇，欢迎嚟到你屋企。呢间屋讲紧就1650尺，三房套嘅间隔。入嚟啦，有少少玄关位，呢边可以做一啲比较窄身啲嘅鞋柜啦。佢呢边就摆咗个工人房，就比较长身啲。然后入门口嘅另一边就有一个客厕，简单企理嘅。一入门简单梳洗下，摆低啲嘢，咁就可以入屋啦。入嚟你一定比前面呢一排落地玻璃同埋一个横厅吸引住，成个空间好开阔。行出嚟个露台系用趟门，露台就唔算特别大，呈梯形嘅设计。最主要就系俾你企出嚟望住成个中环啦、恒生啦、ICC、IFC 嗰边就西九龙，成个景观系模糊的，相当震撼。你喺香港收到嗰啲明信片，类似系由呢度影翻出去。当然佢喺山顶凌霄阁嗰边影啦，就横厅嘅设计，呢边就客厅摆咗一个大电视，做咗一啲壁炉嘅设计。转过嚟呢边咧，饭厅嘅位置，因为佢比较靠近个厨房，你见到就算两盏吊灯咧落到嚟都唔算压抑。摆张 round table 或者 long table 都好舒适，空间感系十足，而且佢嘅厨房系用晒透明玻璃，成个空间感会更加通透。当然你做啲好生猛啊、好猛火嗰啲咧，你就可以闩埋佢啦。顺住入到嚟个厨房，你可以见到一个 U 型嘅设计，最实用嘅工作台面系超级大。灯叔嘅水龙头配上两个星盘，系豪宅嘅标配。望出去都望住海景，下面就烤炉啦，上面就加近油嘅明火炉，同埋一个烧烤炉，都望住海景煮嘢食，相当舒服。呢度其实有个空间做咗一个杂物房，摆啲杂物，闩开门嘅雪柜啦。咁呢啲都系一啲豪宅嘅标配，单系厨具或者家电都最起码100万嘅啦。咁呢个就冻柜，比较大少少，酒柜啦、咖啡机、蒸焗炉啦，上面仲有啲收纳嘅空间。整体嚟讲，成个空间够大，用起上嚟好舒爽。佢系对住个厅，成个空间就好通透。呢边就系客厅同埋厨房嘅区域，上面就睡房区，我哋可以行一行。通常呢啲梯间嘅位置你可以挂喺啲画啦，可以装饰下。上到嚟二楼嘅梯间呢边咧，属于个走火区域，我哋就唔开啦。同埋佢梯间呢个位置可以摆啲装饰，哇，呢个都几特别。然后我哋先睇呢间先，呢间就系套房，入嚟就一排衣柜啦，个衣柜都几深嘅，仲有个保险箱。豪宅会有啲嘢摆喺保险箱里面，好似都系一啲原装嘅配套啦，佣金浴。睡房你见到佢布置都系呢边摆床，有两边床头柜，三边落到床，有直面就系一个电视，最重要咧当然一个落地大玻璃望出去海景。其实佢每间睡房都望住一模一样嘅海景，相当亮丽。都有一个工作露台啦，咁你行出嚟，如果企喺呢度咧，你真系需要有少少勇气，因为如果你位高嘅话，真系会怕嘅。好似还在万丈高空咁，这个感觉
相當可怕。其他玻璃就好有安全感，同埋呢啲係雙層玻璃。另一間套房啦，擺張床啦，然後都係三邊落土床，將佢作為一間書房又得，或者客房又得。玻璃就少咗嘅，佢得兩格，望出去都係海景啦。我就未必用呢啲大嘅窗簾，我會用嗰啲上下嗰啲，因為唔會擋住個景觀嘛。喺西半山有海景同埋冇海景嘅樓可以相差過千萬嘅。呢個浴室就好少少，因為佢隔離有窗嘅。泰國嘅設計真係用心諗過嘅。咁呢度就係主人房，你主人房同個廳差唔多大，好寬闊。呢度仲預留咗一組大衣櫃啦，你見到成個空間好足。男主人一個，女主人一個，通常呢都應該夠擺嘅。如果唔夠擺，就諗下隔離間房改裝，或者喺咁大嘅空間揾多啲嘢去裝咯。你點樣擺位都得。業主之前嘅擺法，呢度應該係床頭，咁就兩邊床頭櫃。最重要就係呢排無敵嘅大海景，成個視野望得超闊同埋超遠。主人嘅套子啦，咁用堂门坑位嘅，又入到嚟，成个空间就豪宅嘅五件套，双星盘啦，浸浴有个淋浴啦，又有一个思考人生大事嘅重要区域，成个空间好阔，基本上好少见，你要真系买啲超级豪宅先会有咯。我哋最后睇一睇呢间屋另一个特色就是天池屋，又向呢边行啦。喺楼梯中间都会有啲窗口会透啲光入嚟，咁就好少少。哇！首先你会有一个自己的私家花园啦，私家泳池位，个泳池好大啊，做啲泳池派对其实都几适合全海景。呢度游水，然后就望住个海景，好特色，有少少家庭 feel 嘅感觉咯。总体嚟讲，成间屋就超级 wonderful。现时业主就蚀住去卖货嘅，以前佢用一亿入货价买嗰一下。佢係要俾個買家印花税，而家賣咧再蝕多3000万，即係佢 total 接近蝕咗大概6000万。如果有興趣，可以聯絡我，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